旁边这位，你姓啥啦？我姓邝啊。哦，旁边这位邝阿鹏啊。邝，你姓邝，你姓邝的啦？哎呀，邝阿鹏阿伯来送名。林志扬老伯祖，你是为你自己要来入天啊，也是为着你的囝儿事事，好不好？我拢阿伯开嘴，伊就知讲我好心。就先生啊，无啦，我就一辈年纪啊，难道可能讲我替我家己受命？当然是为阮囝来的。原来是为着你的囝儿嘛，对啦。你爱详细说出伊的秘密，我想着替人担心。你听哦，这最少总有啦，今年二十五，后家主你来出世啦，六月十五日，古时来世。少总有，今年二十五，对。破药，哎，还无可能啦！你去算我钱算算。